Hello， 布格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Dream Girls 的郭雪芙。那今天跟着 Vogue 呢，来到武昌诚品的逸舍 Hotel。那今天拍摄的主题是红色，红色带给我的印象就是，很热情，然后有性感的感觉。像我今天的穿着是走比较奢华，然后性感的路线，有点小成熟，可是就跟平常的自己不太一样。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感觉。